谢谢啊。哎，明早9点没问题吧？我能不能先？不能。 怎么样了？怎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？跟你们打电话，你们手机一直都关机，还有就是银行卡、信用卡全部都停用了，家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被一个混蛋给占住了，这都是些什么情况呀？兰妮，你别急啊，你听我说，你放心，我跟你妈都没事儿，你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啊。那就好，我们没事儿啊。爸爸妈妈，你们没事就好。你在哪儿啊？我都好。 我能照顾好自己，我现在在一个朋友家，吃得好，住得也挺好的，你们不用担心我，你们一定要多小心，多注意啊！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我有空再联系你啊。喂，爸爸。 这人怎么还真来呀？你呀，哼，那衣服我是肯定不会让给你了啊。你呢，也就别再骚扰我了。你怕了呀？我怕什么呀？大不了我关机呗。 其实，我就是想谢谢你。这件衣服我是要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做生日礼物的。我爸破产了，我没地儿去。我需要你把这件衣服还是让给我，那衣服真的特别适合我妈，你就当帮一忙行不行？
清早的，你耍流氓啊你！你出去！我扔东西了，我哎你出去！别拍，出去！我叫人了，你这个变态死人！你走！热水器怎么用？我还想跟您商量个事儿，我现在没钱没地方去，能不能先住在你家，等我找到工作后再搬出去？不过作为交换条件，我们可以签一个劳工协议，以后你的一日三餐我都可以做给你吃，保证科学健康又美味。科学健康又美味？嗯，是你做的？嗯，这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煎蛋，以后早餐做成这样，别拿出来丢人现眼。我，喂，你好，请问一下你们那儿租金是怎么支付法？啊，押一付三啊？那我能不能先住进去，月底的时候再付房租？我没开玩笑呀，我，喂，开什么玩笑？就你们一家有啊？喂，有时间吗？哎呀，请我吃顿饭不用来这么高级的地方吧？太客气了啊！服务员，剩他那份。别说这环境不错呀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呀？这附近像这样环境好的餐厅有很多。早知道你这么有诚意，咱就约晚饭了呀！啊，这地儿晚上应该挺有情调的。没错，这地儿晚上的确不错，先吃。其实吧，我吃的很简单，而且你又帮了我，你真的不用这么破费。这饭怎么着也得七八百，下次别这么浪费了啊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？我马上回店里。我好心提醒你一声，你说你就一卖自行车的，也没挣多少钱，真不要这么浪费，太客气了。哎，我觉得你吧，可能理解错了。昨天呢，是我帮了你；今天这顿饭呢，是你请我答谢我。
嗨，咱能改天？